住就係由著名音樂家嚴觀法老師所撰曲嘅《雲會山神廟》啦。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嚇，咁佢被高衙內所害啦，咁佢嘅妻子徵良咧都被逼以死投為明志啦。咁為我哋演繹呢支曲《雲會山神廟》嘅兩位演出嘉賓咧，就係國家二級演員、師承粵劇藝術表演藝術家義道梅德主歐開明老師嘅徒弟，廣州紅豆粵劇團團長陳振剛先生。他為我們演繹就是林沖的，另外演繹張徵良的就是歸秀唱家岑美蓮女士的一曲《雲會山神廟》，我們掌聲有請兩位。血色片时，野马
原来是骑男护法神，求骑男神指引迷途。我林冲若得一步之地，他日定必重修宝殿，再塑金身。唉，身躯困倦，且在神坛前稍睡片时，夜吧。在神坛，且待我将他叫醒啊！官人，官人，你又醒来呀、哎？奇怪了，这声音。此事精良，莫非我又再游大梦里？
春人正亮在此。啊，正亮。长亭分别，何故你容颜惨淡，消瘦若此，真叫为夫心神欲丧啊！夫啊，想当日柳亭饯别，夫你大锁披枷，身缠铁索，宁不教人痛断肝肠？唉。痛啊愁似海，冲天愤恨如狂。恶的贼他用计谋伎俩，骗皇帝都害我闯了入哲堂，未提防我被判。上路残折行，而一朝丧，权奸恶毒太披枪，八十班好啊刑，成冤案，打得我皮开，肉的绽，面上似有金啊印。两行最苦是精良叔的父处亡夫世再难四次三番加害于我，只是我命不该绝，伏空化吉，遇难清肠啊！如此说，精良真要叩谢神恩啊！神灵又将恩降，帝子方得面再扬。双飞燕子在你南，夫妻相和唱。晚复唱，不复唱。又何出此言啊？官人，精良何苦太悲伤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啊，这才是摄理阴阳。
风波骤起，雨强凉，只为东岳庙酬恩，本是鸟同林，纷飞成鸳鸯。高求那首曾鸳鸯哩，奴夫被发配沧州道，又记柳亭纷飞哩。冲军正好中了高琴，调虎离山之计，想那奸贼横行狠毒，对为夫别后他，他可有前妖于你呀？
分啊！腰间宝剑闪锋芒啊！誓要斩尽仇仇，诛奸夺龙泉出侠，舞飞扬阿爷，宝剑凌寒，气一壮啊出侠长啊空，飞舞光芒，金光闪烁万丈。义结梁牙山，浩瀚百姓打中阿烈，燕燕梁，我与你携手上梁牙山，金虎共阿上，和福同阿享阿。同上梁山去吧，官人，你我如今已是阴阳相隔，我不能与你同上梁山。正娘，倘若我独上梁山，剩下你云游飘荡，我又如心何人呢？不如我护带你芳魂，终身相伴也罢。不可you
人那是梦一那场，何处话凄凉，何处话凄凉。人情失难割舍，为夫不忍心抛下精粮啊！妾身幸得地府判官见怜，特许我思上阳间，与君你话别咋？时辰已到，言尽于斯，官人恩义留待来生再报矣。精粮。精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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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望梁山啊，鲲鹏展翅啊！